冰皮绿豆饼啊。哇，你看一下，冰皮绿豆饼哈，今天我们这个绿豆饼啊，只要个位数哈，不要你8.9块，不要你7.9块，直接6.9块，到手一盒，一盒有10块，1分皮9分馅啊，吃起来全是绿豆饼的清香，全是绿豆的清香啊，好吃，里面沙沙的，吃起来特别细腻啊。皮儿薄，馅厚，你们平时可以放冰箱冷藏一下，吃起来啊，它会更好吃啊。嗯，嗯，它这个是不添加蔗糖的，都是用那个木糖醇去代替的，甜度也不会很高。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2分甜啊，吃起来也不腻的那种，感觉一下可以吃几个。今天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划算啊，喜欢的一定要去安排。这个时候的货就要尽快吃啊，不能放太久。配点粘牙，有喜欢的视频下方小黄车看一看哈，这个都是现做现发的啊，拜拜。